考试以期中评量之前哦，我们的重点会放在就是刚刚讲的嘛，函数，然后再来就是那个枢纽分析表哦，枢纽分析图，然后聚集跟 VBA，那之后会再用别的范例哈，然后可能你们期中的话，也许考试吧哈，那考试应该很多人会觉得很有压力了哈，因为这一定要把程式都背起来哈。那或者是说交报告，只是交报告的话呢，变成说你们要有一个方向，要做什么，拿这个东西做什么。因为呢，我们所学的这些东西哦，实际上是比较属于工具意比较重，就是它是拿来做什么事情、解决什么问题的一个工具。OK 哈，跟文学性不太一样，文学东西其实不是要让你拿来当工具的啊，所以它实际上拿来用的层面其实比较少哦。那只是说你要去找什么样的资料来练习啊？其实各位其实慢慢也可以到一个网站上面啊，而且你可以在 Google 上面打一个叫开放资料啊。那因为呢我们练习的时候那个开放资料，这开放资料里面的话，当然就包含就是它第一个当然就是政府的开放资料。OK，那这个政府的开放平台其实里面举凡包括所有的民生啊，包括就是一些像治安啊。包括像交通啊，包括像金融啊等等的，其实都有相关的资料。所以呢，假如说了你想要知道哪些事情，这上面其实都答，但是它提供给你是原始资料，也就是说类似像我们刚刚那个看到会员制，但是它的数量一定绝对比我们练习的资料还来得更庞大。那你当然可以拿这个来做很多事情，比如说你想要知道什么，治安好了，比如说台北市，当然你不一定要台北市，比如说。举凡大家最关心的，像窃盗好了，哪边的那个治安好不好？那你可以输入关键字叫窃盗，OK 哈。那窃盗里面的话，你可以看到它排序出来，浏览次数多的，它排在前面。那比如你看，哪个地方的犯罪资料，OK，那这边其实都有相关的资料。那当然呢，如果你想要统计像比如说举一个例子好了，像桃园这边像台北好了比如说这边里面你打窃盗大概排在第几个大概第6个吧，1、2、3、4第五个了这边就有一个台北市的住宅窃盗点位资讯，那里面的话你可以看到它提供的栏位数就是总共有几个，5个栏位。那其中的话呢如果你想知道几件事情的答案，比如说呢到底台北市的治安是越来越好还是越来越差？其实呢这个是一个指标嘛，到底招小偷报案的人。这个多不多？那每年是在成长呢，还是在衰退？那其实但你如果想知道这个答案当然你查 Google 上面或许有一个新闻呐，可是问题那个新闻有时候只是某一天的新闻报道，但是它通常比较新闻大部分都是报道即时的比较多，它要长期的观看这个资料其实比较少。所以其实你可以拿这个资料你会看它的 CSV，那 CSV 其实直接就可以拿放在 Excel 直接可以开启。那只是说你们可能要注意几件事情里面的话检视资料，确定一下编码的格式是不是 Big5 啦？如果是 Big5，直接可以开；但是如果不是 Big5，像这上面最多是 UTF-8，如果是 UTF-8 的编码方式，打开就会是乱码。那乱码的话，你就变成你要用别的方法解决了。比如说你这边下载下载的话很简单，点这边下载的连接就可以了。那当然比如说我刚刚讲的这个问题，你可以把它打开。打开之后的话呢，其实里面就有相关的资料嘛。它给我们这些资料，比如说，哪些资料呢？各位可以看到哪一个时间发生的，在哪个地点发生的，什么时间，什么时段发生的。那总共呢？你会发现它发生的日期前面就有年，所以呢，如果我要做个统计分析的话，其实只要抓到这个栏位，但是这个栏位里面它还包括月跟日，所以其实如果你要统计年的讯息的话，那其实很简单，你就抓前面的三个字就可以了，有没有？前面三个字不就是民国年的嘛然后 Ctrl 向下，这边总共有几笔资料？总共有3457笔资料。OK
那当然，另外哈，假设啦，我也想要知道几个讯息，包含就是，哎，到底台北市哪一区的治安最差？哪一条路的窃盗案件最多？哎，那你其实从这边都可以有答案哦。那只是说了哈，哎，如果你假设会用 Excel 的话，那其实立马很快就可以有个答案。其实里面最简单就是用枢纽分析表跟枢纽分析图，然后如果你要得到某个栏位的资料，那可能用公式就可以。如果你要提高效率，那就是在利用聚集加 VBA，哎，就可以达到了哦。啊，所以哦，这个东西至于答案在哪里了哈，其实也许后面我们会再来讲。所以也许你们有时间的话，可以稍微找一下这个开放资料。啊，除了窃盗之外了哈，像你比如说比较关心的像什么，哎呀，其实你会发现这个窃盗这个底下它好像还有相关资料，底下还有什么相关资料还有什么？除了住宅之外哈。它还有汽车、机车、自行车，还有什么呢？嫌疑犯啊，甚至好像还有抢夺的嘞。OK 哈，所以呢，假如你想要知道相关区台北，所以有时候台北市的治安到底是变好还是变不好哈？那有的时候当然不是用嘴巴讲讲的，或者你透过新闻媒体报道，其实有的时候不见得可以看到全面。那最重要的是到底哈？你的这个所有的资料，这个是报案资料了。那提供的单位哈，其实就是好像是什么，这个台北市的警察，好，警察局的那个刑事警察大队，所以理论上应该有一个相对的那个公正性啊。OK 哈，所以这个部分也许请各位也许可以再稍微看一下，稍微找一下政府的开放平台。那除此之外了哈，像其他还有什么，像之前有同学比较关心的，像是。因为目前的生育率比较低，所以到底有多低？OK，哎，你其实你这边也可以哈，比如说光跟那个生育有关的，你也可以打一个关键字，生育率，或者之前好像同学对什么托婴的有关，哎，有兴趣，比如哪个地方的托婴制度做得最好，有没有？你也可以稍微上来查一下。那还有金融部分也有啦，像什么股市啦。哎，相关资料其实也都有，或者你可以按照那个类别，这边其实哦，除了可以从这边，这边有个投资理财，这边好像也有，甚至呢，像是什么呢？哎，比如说像交通啊，像因为说真的在，走在路上，其实哦，你会觉得啊，其实好像有点不安全感，尤其行人，那到底哪个县市的那个交通事故最多？有没有？有时候你会想说，是不是说？可以让那个交通变得更好，OK 啊，那要怎么变更好？当然前提是你要先知道，到底历年来的交通事故哦，是变好还是变不好？OK，那要怎么变更好？从哪个地方着手？啊，其实这上面其实都有相关的资料，或许哦，各位有时间的话，可以先找一下。那大概这个方向哦，主要是跟各位讲，因为我们会有个期中评量，那期中评量如果不考试的话了哈。势必呢，你们就需要缴交一个报告。那这个报告的话呢，那当然会需要有一些题材。OK 哈，也就是说你要拿什么样的资料来利用 Excel 哦，做出一些结果来啊，并且跟我讲说你做的过程当中哦，有没有遇到什么样的问题？那你解决什么样的问题？那透过这个问题，也许你还没有知道答案之前，也许你可以猜测一下哦，到底比如说像刚刚那个问题。台北市的治安哈，你感觉到底是变好还是变不好？哦，因为你常常看新闻媒体说哦，最近台北市治安变得很差，常常就招小偷，但是这个事情到底是不是真的？我想要探究一下。那根据你的探究，那你要告诉我你怎么探究的啊？比如说你利用什么方法哦，然后比如说你用上课所教的哪些函数，然后枢纽分析表，OK，然后什么方法哦？也许是聚集 VBA 加上去。然后你做出什么样的东西，然后叙述一下让我知道。啊，最后呢，根据这个过程呢，你得到什么样的结论？哦，哎，到底是变好还是变不好？其实我也想要知道了。其实我还蛮关心，因为有这个其实就是利用自己的工具去产生别人得不到的资料答案。因为有时候其实你听别人道听途说不见得是真正的。OK 哈，那。有的时候真的谣言止于智者啦，只是说那个智者就是我在想哦，那个智者一定也要懂得 Excel，不然如果像以现在的智者这个年代资料这么多，
如果他不懂得处理资料的方法，应该也称不上智者啦。OK 哈，以前他以前那个年代可能资料没这么多啊，所以不需也许不需要，但现在我觉得是有绝对的必要性。OK 哈，所以请各位可以先稍微了解一下开放资料啊，里面稍微找一下。那后面呢，其实哈，我们上完这个范例之后哈，也会再来就实际上的开放资料哈，哎，怎么使用做个说明哈。所以如果各位有时间的话，或许可以稍微再看一下。那今天的部分哈，我们再把刚刚的这个程式哦接着完成。OK，所以待会如果各位有时间的话啦，也许你可以先找一下那个，开放资料里面的窃盗哦这个关键字。那接下来的话呢，我们把刚刚的这个程式哦，把它接着完成。那 OK 了，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你们先找一下那个开放资料一下好了哈。那先找一下你比较有兴趣的这个关键字题材。哦，那因为哈，其实将来你们在做这个练习的时候，找资料其实也会是一个蛮花时间的这个事情，因为有的时候他提供的资料不见得跟你想象的是一致的，也不见得能够用啊。另外还有个问题哦，就是你尽量找那个有 CSV 的档案，因为没有，因为 Excel 要能够直接开的话哦，那主要就是用 CSV 哦。再来就是编码方式，如果它的编码方式 UTF-8 的话，开起来会乱码。那如果要解决乱码的问题哦，那不用管你们先找一下了哈。之后我会再讲，如果你遇到一些乱码啦，或者是一些其他衍生性的问题，那要该怎么解决？OK，那当然，如果那些问题都解决的话，那以后你只要有兴趣的哈，其实上面其实都有相关的资料哦。而且政府开放的资料哦，其实数量还蛮多的。印象中哈，至少好像这上面的资料哈，就有几十几万种嘛。所有资料我印象中好像光那个 CSV 部分哈的资料，像那个什么公共资讯就35000多了哦。那其次是生活安全品质。还有像购物啦、交通啦、投资理财啦，这些其实都相对是多的哈。那总 total 的话，总数应该加起来，我看应该哇，已经大概有它6、7万种的资料哈。所以上面的话，理论上你想得到的哈，绝大部分的资料其实都有哦。那当然，其中评量部分哦，我是希望说，要不就考试，要不你们交个报告。那报告的话呢？我是希望说你找一个你比较你有兴趣的题目，OK 哈，然后呢去针对这个题目去找到对应的资料，那利用这个资料哈，主要是利用 Excel 帮你把一个结果给做出来的过程哈，OK。那至于要怎么做啦，我想第一个还是要先找到你有兴趣的这个题目，OK 哈，先找一下那上面的资料哈。那待会我们来看，把那个刚刚的那个 VBA 部分完成。那今天缴交的作业基本上就是缴交那个 VBA 的程式部分。